哒哒哒哒哒哒哒，慢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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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，开。老师好，老师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你们好，辛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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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们给老师做一个我们 V 七声优少女的自我介绍吧。好嘞。好的，大家好，我们是 V 七声优少女。老师们好，我是 V 七声优少女的成员制作人兔兔。老师们好，我是 V 七声优少女的木飞，我是这个团的姐姐担当。老师们好，我是女主担当，我叫苏婉。老师们好，我是这个团最不能吃辣的最辣担当微辣，我其实叫 Villa。老师们好，我是跳舞好、配音更好的小珍。我弄明白了，你们这个女团是配音的女团。对的。啊，其实我们是配音、唱歌、跳舞都可以。对的。都可以。那我们要去参加 AW 演出，曲目都选好了吗？选好了，我们这次刚刚在排练，就是我们这次演出的曲目叫《中国调》。那你们是不是先跳遍给我们看看呀？好呀，好呀，没问题。好棒好棒啊！好，谢谢老师。这舞蹈很好，而且这音乐非常中国风，很潮哈。你们这服装穿什么呀？服装，我提前准备了，拿一下吧。对，我去拿一件来。对，还有一个那个，回头那个老师。可能场地是有限制哈，如果是真的我们到了那个舞台上，我们走台的时候，一定大家的距离比现在要远一点，我们要有一个安全距离，因为你们这个不安全，我看着特别揪心，看着特别揪心，地方太小了。对，有啊，这是我们衣服啊，蛮好看的，其实设计的就是加了一点云肩的元素，然后想把跟它跟戏曲结合起来，让我们有腰带，这些都是搭配的。那老师，你觉得哪个扇子合适一点？那这俩肯定是这个呀，这个对吧？啊，肯定是这个跟它颜色更对，更颜，因为那这个衣服上没有红。对对，你觉得呢，李老师？是的，对吧？因为整个配合的特别好，对，这个颜色各方面是呼应的。就是我们有几款这个盘扣，盘扣，对的，老师，你觉得这三种盘扣的话，哪一个会比较好看一点呢？我反正，我不知道吕老师啊，我喜欢这个，带金色的是吗？我喜欢这个，我觉得跟它能够融在一起，就是所有的东西都不能抢过你的眼睛，眼睛是最重要的。